Hello，大家好。我要去泰国啦，所以现在要出发去机场，然后要带着你们一起去泰国。一个人啊？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开始。我们要去日上了，据说日上的价格会比泰国还有香港都便宜。一不小心又沦陷了。我们的飞机晚点了1个小时，然后现在终于开始排队了。啊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有拍吗？有拍。我们到泰国啦！我们在酒店大堂遇到一只鄙视我们的猫。2点钟了才到这个酒店，所以我们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我操，我脸上这颗痘太明显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他们的另外一个分店住一天，然后明天再回来。这个酒店超级美啊，明天给你们看吧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的酒店就是Starlit Hotel 给我们分配的一个酒店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到的实在太晚，然后他们就没有给我们留房间。但这个也是挺好看的，就是蛮有他们泰国的感觉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为什么这么白呀？就挺干净的。总之今天还是挺累的一天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洗洗刷刷漱漱，然后出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 7-Eleven 之类的买点喝的，因为已经快3点了。对，这怎么这么亮啊？现在是我们在曼谷的第一天早上，然后反正昨天晚上就很迟很迟才到酒店，然后特别特别累。但是呢，早起还是给你们蹦一下吧，我都忘记了，我都涂完的粉底我都才想起来。那我们就先蹦一下吧，蹦！哎哈，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泰国的 outfit。本来是不想戴这个草帽的，就感觉在城市里面戴草帽就是有一点硌得慌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没洗头。好吧，反正我们要赶时间去昨天应该要订的那个酒店，我们要想去看一下那边房间怎么样。反正前半段一直在飞机上或者酒店里，我们终于要快出门了，我们要开始 happy 了，走吧。走了耶。粉红的 taxi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，那叫什么字来着？暹罗。暹罗广场，我一直说鱼罗广场。哇，我们现在在那个暹罗广场，他们下面一个超市，超级大，我就很喜欢逛这种类型的超市。不知道买点什么，就东西太多，非常之迷茫。两公厂。现在是在那个，哎，那个叫什么广场来着？暹罗。暹罗广场百丽宫。我们在这里面的那个 Nara 吃了午饭，但是真的不咋地。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荐这家店？但是我觉得口味真的一般，对不对，甜甜 ？OK， 甜甜没听到。终于到一个夜市了，这里是考山路，终于看到水果了。好棒好棒，这个考山路这边真的感觉超好的。哎，我还一直以为夜市是那种很烂的嘛，然后想不到这边氛围不错。我们买了一个这个鲜榨芒果汁，只要10元，只要10元。马上就是情人节，然后这里酒吧会搞成 Valentine's Day。 Happy Valentine's Day。有啊，对，阿姨给我们切小菠萝。我们买到了小菠萝，好可爱。啊，我们终于买到榴莲啦。
我们现在已经坐在一个就是餐厅，就露天的餐厅，真的非常漂亮，就到处都是灯笼，然后超级有氛围的。然后我照例还是点了一杯玛格丽特。嗯，可以，很棒。我要开始介绍一下花臂大哥。等一下，你不要紧张，你还没。小姐姐，我呢在曼谷艳遇了一个非常帅的帅哥，然后这位帅哥他是单身，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操！萨瓦迪卡。啊？我吃过了，已经榴莲。Hello, good morning. 这是我们在曼谷的第二天，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报告，但是我们先蹦一下好吗？蹦！我今天还是戴了这个耳环，因为我觉得它跟这个酒店真的太搭太搭了，就是这种硬币的感觉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楼下，就是稍微拍一下。我怎么好像眼睛还是挺肿的，不过我今天妆化的比较少，这条衣服等一下要换下来，因为我们马上要去苏梅岛了。这酒店都还没给你们看过，那小脚丫，这小脚丫子的主人不听话，它发热了。小脚丫子动一动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room tour。 但是因为我昨天进来的时候非常的匆忙，就来没来得及拍 room tour， 现在已经是乱糟糟的了。这里有一个就是小厨房，这边是一个小客厅，灯都特别好看，就像鸟笼子一样，然后后面会有一些鸟，小鸟的绘画。然后这就是发热的小姐夫，他现在上身穿着羽绒衣，这样子的镜子。这房间还挺大的，还挺好看的。 Thank you。我现在就是换了一件衣服，然后套了一个衬衫在外面。他们的室内真的超级冷。我们现在要去苏梅岛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这件裙子，特别有泰式风情。Hello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苏梅岛的酒店里面了，然后我想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villa 的一个 villa tour house tour。 这个 villa 还挺好看的，然后离海滩也很近，然后又有游泳池，总之还不错，给你们看一看咯。这里就是 villa 外面的一个通道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走进去。这边有一个厨房，嗨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，我们东西已经在外面有一些乱了，从这边景可能会比较亮一点，还是挺漂亮的，很简单的风格，非常的不错。是有三个房间，感觉是酒店给我们安排了三个房间的别墅，但其实我们当时订了只有两个房间。然后这是房间，比较简单，这个房间这里有一个标准间 two beds， 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。我们的大鹅在那个无边的泳池就会掉下去。出去吃东西喽，耶！这里真的超级漂亮，这边是我们的酒店，然后我们酒店朝海，然后这里就是山，哎，这个位置看不到山上，然后山上就很爽啊，椰子树。我们的那个摩托车到啦，小摩的，好好看，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。耶、yes ！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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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一下。好危险，这个路好像，我戴这个头盔我就下车走路。按出来。哦。走吧，好危险！帮你们拍一下啊！嗨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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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下来，先下来，先。啊！我们现在在那个苏梅的医院，
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就骑那个摩托车摔倒了，摔得挺严重的，脚上就是一大片。然后我们还没有下海呢，他已经摔成这个样子了。我这样穿着你的衬衫好像很怂的样子，把这遮给。看见我们的头发很沧桑的。朋友现在已经在那个抢救室，不是那叫什么急诊室里面。然后他们发过来的图片，天哪，太惨了！我们的朋友在里面，那是我们朋友在处理伤口，哦，已经在包扎了，我看到了。我们给受伤的那个朋友买了燕窝，让他好好补一补，希望他伤口快点好，顺便自己也买一瓶。这边的七幺幺东西真的超好吃，然后很便宜。我们这几天都在吃这个饺子，我们现在在买这个饺子，虾饺特别好吃，绿色的不好吃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海鲜市场，但其实就是排档了。上次看起来真的很丑，一堆残骸，超好吃。穿羽绒衣的小哥哥，我们终于到海边了，我们终于看到海啦！走走走，踩踩水。一个残疾。一个脑残，左手这里是 day three， 我们现在苏梅岛，对，这是苏梅岛的第一个清晨，不对，这是苏梅岛第一个下午，已经3点多了，大家要去海滩啦，让我们来蹦一个，蹦，哎，现在外面太亮了，我连眼睛都睁不开，那我今天穿的就是。大家在行李当中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小裙子，我现在眼睛睁不开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悲惨且孤独的 Ryan， 所有人都去海边了，一个人发着高烧，望着那片海，很惆怅的睡着了。又一天海鲜夜，吃世纪最娇可丽饼。Mark Wings 有推荐过的那种泰国小吃。泰拳比赛快要开始了，你们开始跟我起来了。好啦，好吃。我头晕掉了，我们坐在第一排，有点怕的。我们看完拳赛，然后想买一点烧烤吃。哥哥，恰恰瓜子，泰文版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小儿清掉了。我每天都在喝燕窝，然后我们买了一个礼盒的。超爽，这里微风徐徐啊，下面是茶温沙滩的夜景。好冷哦。我差点忘记给你们蹦。1080。1080-1920。How about here? Another place. 我操，每天早上都睁不开眼睛是什么鬼吗 ？OK， 今天是苏梅岛的第三天，我就闭着眼给你们蹦一下喽。蹦，不好意思，我早上没蹦，然后现在就直接蹦到沙滩啦。前面是我们的马。我们等下要下海去了，我们将会成为这个沙滩最美丽的风景线。嗯，对，0000。我推你啊。
单独出来吃饭，因为我们刚刚去了这个医院。啊，终于吃到芒果糯米饭喽！还有我的绿咖喱鸡饭。这里是苏梅岛的第五天，我们要走了，什么都没玩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机场啦。我们现在是，来点绿色。我们现在是在曼谷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飞走了，我们凌晨的飞机，所以就是打算大家就是开一个房间把行李放下，然后出去逛一圈，我们就会去机场。然后我们订的一个酒店，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，就大家如果想要便宜一点的酒店，我觉得还蛮推荐这个酒店，就感觉很好，然后又是那种很青年旅店的感觉。酒店叫做 George Hotel， 然后他们还有泳池，整个风格都挺好看的。我们是一个家庭房，就是有上下铺。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哇！请一家中餐，然后了一下是商场外面，这外面肯定很暖和，感觉又便宜又好吃。这里好多网红在做活动，给你们看看泰国网红。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不等。这个是那个椰子肉，整个都扒好的。终于找到啦！不知道他们是能用的，那这里可以用纸套的哦。谢谢，很冷掉。我们在那个坐地铁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松塔啦。感觉特别好喝，我买了一个椰子水，这个感觉不错，其他的都特别特别漂亮，好看好看。看到快餐挪不开腿了，到了我们的 George Hotel 啊，我们在有酒店的那个泳池。哎呀，蚊子！这里外面就超级多那种很小资的 bar，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年轻人很多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酒店很推荐穷游的话过来玩。又很好看，这酒店已经很能拍了。泰国的旅程告一段落。我相机也没电了，只能用手机给你们录。美颜相机，很心机吧？在曼谷的最后2小时。